下午彩排的时候跟团员讲说，今天会来听音乐的人都是心中非常有爱的人，因为我们台南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暴雨天，这种天气还愿意出来听合唱团的音乐会，真的再次深深感谢大家。两团的学生指挥还有伴奏出列，请大家给予这些大学生们，他们都不是本科系的，请给他们最热烈的掌声。从嘉义远道而来，请再给中正知音合唱团热烈掌声，然后欢迎他们的指挥老师刘凯轩老师。喜欢今天的音乐会，更希望下一次在合唱团的音乐会有机会可以再见到大家。谢谢大家，有个美好的一天。